这次选用姐夫，这也是他们 EXILE 的歌，叫 Sunshine。就是好像喝了低基金一样，有那种起床魂，就很开心，于是就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。他有给我一些意见，可是因为他的太专业了，于是我们就决定放手一搏 go crazy。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其实刚刚很想试一些高难度的动作，然后发现好像自己现在办不到。我讲给我讲吗？在疫情的期间，大家可能都有的时候是自己居家，你会感觉到比较孤独。我很想要告诉大家说，选择快乐，就是我常说一句话，快乐不是一种性格，而是一种能力。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广告可以把这种力量给大家。